你来了。我是山东大西街，我来自建成盒子，我专业干大西已经16年了。今天是做的是500文20个菜4个汤，然后俗称建成，俗称388，是建成西面最广的一个大西。我为我自己代言，我是大西街。应菜今天应菜多，比昨天应菜 多。今天20个菜。好硬菜啊，羊外腰，哎呀，今天准备的食材啊，八爪鱼、黄河大鲤鱼。两位大哥正在这刷碗啊，刷盘。哦，那这个不管，这个在包袱喽。咋回事这个都？币的回不忒多了，关键是。币。磨得快，离你磨枪这水也没有磨到，是不离你磨枪啊？一听这个音都感觉快。你看这茬，看看这茬，你搬快的。鱼，这你看看，这鱼再拉拉不拉拉拉不掉啊，拉不烂，拉不完。放一个吧，别炖完了。这个鱼是怎么做的？葱油鱼做，一会做葱油鱼，油淋大鲤鱼，辣椒，正好那一个蒜，泼油泼。咱现在做的这些菜都是你自己研究的吗？对，基本上我自己，我好在家自己研究，因为毕竟专注了16年了嘛。毕竟研究出来各种各样的美食，几乎看到啥美食一看就会做是吧？差不多。差不多。有没有想过不做大西了，然后去开饭店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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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定要把卷成大西发扬光大。发扬光大。红烧排骨已经出锅了啊。鸡肘子、四喜丸子啊，都在这里面。每一个菜都不便宜。用心做菜啊。嗯，都是现做一回。叫你来到俺山东，叫你看俺山东的大西硬不硬。奥利给！奥利给！别看大西姐一直在这忙个不停啊，但是。就是有很有顺序啊，忙而不乱。大西姐是既当大厨又当小工啊。那是，我也既当大厨又当小工，也会大厨，也会乐巴刀。全能选手。乐巴刀。还是盐水虾吗？水煮大虾。今天有没有比较拿手的菜？这都拿手，都拿手，全部都是拿手菜。24个菜都拿手。24个菜全部都是拿手的菜，不拿手的菜不足。哎呀，看看，在我的字典里边就没有不拿手这三个字。看看，看，鲜了吧？很鲜。霸王别姬，现杀的霸王。看。这个皮要把它去掉是吧？去掉。乌龟、霸王，都是现杀的。今天的油炸芸豆凉菜，油炸芸豆。炸了以后再拌是吧？对，凉拌。这个是玉米卷，里边是玉米的，炸的焦黄焦黄的。准备入席开席了啊！大虾开始拼盘了啊！一会儿就要上菜，马上开席了，开席了。马上开席了。
开始上鞋。现在上的是餐巾纸啊、杯子啊、筷子。第一道菜啊，拌猪耳朵。大家吃好喝好哈，今天开心了哈。啊，你们吃好喝好啊。香葱拌牛肉吗？香葱拌牛肉。第二道菜啊，香葱拌牛肉。你找着吗？第三道菜啊，油炸玉米卷儿。第四道菜啊，四喜丸子。第五道菜啊，烧鸡。第七道菜啊，卷城的名吃烧羊肉。第八道菜啊，红烧排骨。啊？第九道菜啊，干煸鸡胗。点好，一会儿才上来这个。啊，现在。第十道菜啊，大肘子。第十一个菜啊，干煸鱿鱼。第十二道菜啊，盐水大虾。第十三道菜啊，手撕猪蹄儿。送的馒头啊。第十四道菜啊，油泼黄河大鲤鱼。别走别走别走，不走不走都不能走。起来呀，你起来呀，你起来。你这个比这个不管这个托盘热哈，这个托盘热哈，我要你分呀。第十五道菜啊，炒猪肚。第十六道菜啊，腰果虾仁儿。把这些汤。第十七道菜啊，毛血旺。哎呀，放的牛百叶、猪肠，哎呀，太香了啊，都馋哭了。梁慧来了。第十八道菜啊，凉拌牛外腰。第十九道菜啊，凉拌芸豆。第二十道菜啊，京酱肉丝。哎呀，真香，太香了。霸王别姬啊。第一道汤啊，霸王别姬。第二个汤，鱼丸汤。这个鱼丸汤美得很哈。美得很。第三个菜啊，卷城名吃羊肉汤。七。哎呀，别慌嘞，扶着别歪了哈。要吧，今日结束，完美散席喽。第四个汤啊。玉米鸡蛋羹。八七姐，这个汤是你自己发明的吗？自己发明的。四川的。四川。有黄桃。老婆了，真有老婆了。漂亮。现场这氛围非常非常好啊。大姐。
等了4个多小时啊，大西姐也忙完了，然后我们终于也可以吃一点了啊，尝尝她今天的手艺怎么样。现在呢有那个排骨，还有这个甜汤，还有干煸那个油油段啊，还有一个玉米，这个叫油炸的玉米啊，非常好。先来吃吃这个油油段啊，味道是相当不错啊，非常不错。来到盒子的圈城啊，我才第一次知道，原来还有20个菜、4个汤，这么一个大场面的席面啊，真的见识了。在这看着他坐席的时候啊，说实话，我口水都流了一地啊，都馋哭了已经。尝尝他那个肥肠，排骨和肥肠。再喝口甜汤，第一次知道这里还有这个甜汤啊，里面还有罐头，桃的罐头。相当不错。大西姐虽然今天就两个人啊，置办了这二十个菜，然后4个汤，但是她忙而不乱啊，做得非常好。大西姐这口味相当棒，奥利给！